你好，我想问一下，你们那个服务员今天没来上班吗？先生，您问的是哪个服务员哦，就是那个个子小小的，长得挺可爱的，叫薛琪。啊？啊，他今天出外勤了。外勤。我们在大学筹备了一个快闪店，他去那边帮忙了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哦，没事，先生。外勤。六。三二二，啊，我接个电话。喂，没换号码呀？啊？请问您哪位？我是那天预约了你们包间的客人。你不记得了？就是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女朋友过生日。啊，记得。你今天怎么没在餐厅啊？我今天在外面工作呢，请问您有什么事儿吗？我可以帮忙联系同事来帮您安排。那天的事，本来想当面找你谈的。那算了，下次再说吧。实在抱歉啊。我不介意。何经理，跟我来一下。怎么了，何经理？你被客人投诉了。啊？你最近和哪些客人有冲突吗？我没有啊。客人说你侵犯隐私。怎么可能？我就是一个服务员，我怎么侵犯隐私啊？是谁投诉的？最近来的客人不多，我基本上都记得。客服说是一男一女，好像是两个心理学的研究生，来做课题报告的时候被你骚扰。心理学的研究生？不是吧？他刚刚还两面派。到底怎么回事？哎，你快一点行不行啊？真可爱。什么？我说那对小朋友。哦。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，好像也这样跟别人玩过。跟谁啊？你男朋友吗？应该不是男朋友吧？我记不大清了。反正我在大学的时候没有交过男朋友。不是男朋友啊，不是男朋友，你还让他背你啊？怎么，朋友不行啊？朋友当然不行。
哼，关你什么事儿？我们是不是上大学的时候就认识啊？啊？我都知道了。你也是阳光青年社团的？大学社团那么多人，怎么可能都互相认识？你装什么呀？我们社团才几个人。你跟那个许彤，你们俩，我就知道是你把我推给他。那怎么了？他一过来就问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而且你们俩不是同学吗？所以我也就没有问。这事就算了吧。其实呢，我想把这一切都告诉你的，只不过这两天确实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时机，包括咱们俩是什么关系，还有我为什么见到你。没错，我们确实是在学校里面认识的，而且这次快闪店的咖啡厅也是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。还有那种陆小凡。哎吴阳学姐在啊。你开始筹备了吗？对啊。谢谢你啊。嗨，没事儿，别客气。多少年没联系了？是挺久了。你呀，没良心啊！一毕业就失联。大学做汇报那会儿，你可没少跟我要模板。是吗？我这么久的事儿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了。那天中午我还发着烧呢，你非让我给你送到网吧去，后来还是乐婷帮我送过去的，你忘了？哦，好像是。什么叫好像啊？哦，对，我都忘了，乐婷儿当年好像还喜欢你来着，是吧？是吗？哎，你怎么什么都不记得了？你真的是什么记性啊？啊，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谈事儿了？没有没有，我们都已经谈完了。我就是见到老同学太激动了，都忘了你们是过来办正事儿的。那我就……啊，没关系，你们聊吧。把这弄完啊，我先把这个拿到食堂去。学姐，拜拜。拜拜。哎，你不用我帮你吗？你什么时候结束？我请你吃饭。脾气，女生缘还挺好。大家辛苦啦！后天就是我们快闪店正式营业的第一天，希望到时候我们都可以拿出最好的状态，让大家看到逸华的全新面貌。那今天就先这样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辛苦啦。吴经理，要不要一起去喝点东西？何经理，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啊。嗯，还挺会生活的嘛。
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，接下来三个月更难熬。嗯，就算提前放松一下。谢谢你的邀请，不过我还是不去了吧。哎，去嘛？为啥不去啊？劳逸结合嘛，对吧？可是我。那好吧，何经理你带路。那走。不好意思啊。没事儿。走吧。走。那个地方远吗何经理？哎，陆叔，啊，下班回家呀？啊，我们去喝酒。哎，你晚上有事吗？没事的话一起啊。没事啊。陆叔盯着菜品准备，还要和学院的孩子们沟通，太辛苦了。你要是累了，就早点回去休息。啊不，菜品都看完了，就今儿没事儿。那太好了，走吧。谢谢。点这么多啊？多吗？我和样姐平时俩人就喝这么多。干杯！祝我们这次快闪店圆满成功！干杯！何经理，你能喝酒吗？啊，我呀，我酒量一般，也就应酬的时候会喝点，平时不太喝。何经理这么忙，看起来就不像能喝酒的，是吧？陆厨酒量应该不错吧？还行吧。哎，你说他们男生在一块儿是就爱比来比去。咱俩喝来。吴经理，经常喝酒吗？偶尔吧，压力大的时候喝上一杯还是挺开心的。嗯，吴经理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啊？就是择偶标准是什么？不是，喝酒不应该聊这些吗？不然能聊工作啊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可能是会一直站在我身边的人吧。嗯，就是无论我发生什么了，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情，他都会一直鼓励我、支持我，就是。哎，我也说不清楚，但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。其实就是要给女生安全感，不管女生做了什么在别人看来很离谱的决定，都起码要相信她是有理由的，不是平白无故的，都会守护她，支持她。嗯。就是说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即使你被误解、被错怪，但是那个人会相信你，陪着你，对吗？嗯，对。来，吴经理。何经理，咱俩喝吧，女孩们少喝点，是吧？看不起谁呢？干杯！来来。
啊，来。那多不好意思呀，让你老让你介绍，来来来，我好，好，没事吧？嗯，在这等我啊。嗯，你 OK？ 哎，别在这儿坐着了，你坐沙发上吧。小心。干嘛？对不起，我没有做到。什么？再说一遍。主厨啊，不能喝还喝那么多，我本来还想转场 KTV 呢。怎么样？我来吧。起来了，走。哎呀，我先送你们回去。没关系，不用麻烦了，你直接送薛琪就好了。他家离我家很近，我送他就好。你弄不动他，我来。可是你家不顺路啊。没事，放心吧。快走，快走，你把他家地址发给我。你确定可以吗？放心，快走，快走，走走。行，那我现在就发给你。你们到家说一声啊。好。发一条微信给我。好。怎么了，姐？平时开餐也没见你这么紧张。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因为快闪店的时间比较短吧。如果平时在餐厅有什么不足的地方，还可以及时调整。而且这是逸华第一次宣传活动，必须要一击即中，不可以出差错。放心吧，姐，没问题的。吴经理。开餐。
欧阳学姐，哎，许腾，嗯，麻烦您跟我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们要先停止营业了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今天早上学校接到了举报，说是易华有违规行为，要重新调查，你们才有可能重新开始。违规行为？有人举报说你们餐厅的服务员会恶意泄露客人的隐私，而且接到投诉之后也并没有及时处理，而是继续留用有问题的员工，导致客人在用餐环境里没有安全感。而且对方还说现在这名员工也在快闪店服务，担心学生的隐私安全也会受到侵犯。清楚了。嗯，这样，我们尊重校方的决定，先暂停营业，等问题解决，我们再和学校沟通。不好意思，同学们，有个事情要跟大家说一下，今天临时因为安排的问题，我们可能要暂停营业。但是大家放心，已经下单的同学们到吧台我们全额退款。我们还会送大家易华的代金券和小礼品，等我们一切都协商好之后我们继续来招待大家。实在是抱歉了。抱歉啊，对不起大家，实在是抱歉了。你早就已经知道了，没想到会闹这么大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。开除我吧。薛晴，你再去联系一下客人，沟通看看。我去找一下校领导，看这件事情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。你有没有客人的联系方式？没事，要是客人那边有什么无理的要求，我和你一起处理。你先去找校领导，看看有什么消息，咱们随时联系。这就是事情的具体发生经过了，的确是我们员工处理不当，但是我跟您保证，以后绝对不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，也希望您可以再给我们一次机会，让我们重新开业。其实啊，学生们对隐私问题还是比较关注的，所以我建议你们还是先达成和解，之后再考虑开业的问题。是，但是我们已经宣传准备了这么久了，这刚开业就无故停业，我怕会有一些不好的猜测，而且我们已经在很积极的跟对方进行联络了，您看能不能？关于易华，之前有一些负面新闻，我们还是有所耳闻的。这种事儿啊，说大可大，说小可小。这个时代啊，你们这些年轻人都求快，好像总被什么东西赶着似的，生怕晚个一两分钟，这个世界就变了。做事情嘛，还是要一样一样的做，一味的心急，最后因小失大，就不好了。你快吃啊，这家甜品特别有名，你快尝尝。真的很抱歉，之前我的行为给您造成不便了。但是这些都是我的个人行为，和易华餐厅无关的，您看怎么处理您才能满意？我都说了我不介意的，你呢也不用带着你们经理来。什么情况？投诉举报易华的不是您吗？举报？
那不好意思打扰孙先生了，逸华餐厅还是会补偿您礼品券和五折年卡，我们还有事儿就先走。礼品券什么的我不需要，我损失的东西又不是钱能买的。这样吧，明天呢我约那个女孩，你到时候过来解释一下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我们的课题是和亲密关系有关，你所听到的电话也是我们课题的案例。你不用和我解释的，是我的问题，就算都是你的女朋友我也不应该干涉什么的。我想和你解释。其实你不用特意来接我的，快闪店那边怎么样了？还顺利吗？出了一点问题，还在处理当中。没关系，别有压力，尽力就好。能得到多少东西都是有定数的，人的力量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怎么？有话和我说。范总，丽华这一路走来，都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吗？我是指，如果人力解决不了的话，就会用某种教育来成全他。你都知道了，是典当行的人告诉你的。您真的典当了？难道所有的一切都只能靠这个来解决吗？我也像你一样犹豫过，但是最终还是走到了今天。有很多后悔的时候，那想想看，也没什么后悔的了。我明白。范总，您没事吧？没事。要不我们回医院吧？不用不用。放心吧，丽华现在有你，不也开始有起色了吗？也许我的病也会是这样，会有新的转机呢。哎，疯了吧！营业期间全都去培训，这不自暴自弃吗？这你都不知道。范总病了，绝症了。什么？哎，小点声！完了完了，易华这次是真的要凉了。帮主，帮主，明儿我想跟你请假。哦，好。您听到我说什么吗？啊？你说什么？您没事吧？没什么，你说。哦，我刚才就是跟您说，明儿我想请个假，培训我就不去了。快闪店那边还有些事儿需要善后，人都走了，我怕吴经理一个人忙不过来，去帮帮他。行，你去吧。
陆小凡。哎。你什么时候结束？晚上一起吃饭。哦。要不还是改天吧，这些东西都得用。你上次托我打听的事儿，我可是问出点门道了。真的？嗯。那。没事，你要有事儿你就先走吧，反正东西也不多，我们自己可以的。算了，还是改天吧。行了，反正货车也没有你的座儿，走吧走吧。走吧走吧。行，那你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嗯嗯。学姐，拜拜。姐，嗯，你怎么不联系物流公司的人啊？人家合同里也没有包含，就不要给人家添麻烦了吗？好吧。哎，对了，他们公司老板赵涵姐，我总觉得在哪儿见过似的。可能是因为人家长得像个大明星吧。车到了，我们把东西放进去吧。现在吗？那个能不能稍微晚一点？我这边，喂，怎么了吗？是那个投诉我们的人，他问我现在能不能过去跟那个女同学解释一下。那等我盘点完，我跟你一起去吧。他说那个女孩晚上有事儿，问我现在能不能过去呢。我觉得我应该去。早点把这事解决了比较好。行，那我们现在走。不用了，姐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他看起来也不是一个胡搅蛮缠的人，没问题的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要是有问题，我再给你打电话嘛。那行吧，如果他为难你的话，你随时给我打电话，我随时过来。好。吴经理，你们干嘛去啊？吴经理，才发现有几样食材变质了，客人催单，主厨让我们赶紧去买。行，那你们赶紧去吧。哎，最近一华怪事怎么这么多？早上刚买的食材怎么现在就变质了？最近冷库的门也总失灵，上回我去盘点差点就没出来。啊，吓死我了，应该是漏气了。欢迎光临。哎，这里来。那女孩还没来啊？啊，她会晚点，没事，我们先吃。来，谢谢谢谢。你就是吕彩婷举报的那个餐厅服务员啊？你别在意，他就是喜欢孙张扬，故意借着小组时间想追他，没追成，恼羞成怒了。哦，不是你举报的。嗨，哎，你还想吃什么？我再给你点啊。不用不用不用，谢谢谢谢。嗯，那个，那他什么时候来啊？就快了。来，吃个玉米。哎，你还想吃肉吗？再给你下。我没事，我自己来。你想吃什么就直接加。来，走了，培训去了，走了，走了。你好。哎，吴经理，我来了。啊，没关系，他们说培训去了，你赶紧去吧。行，那我先去了。
对了，那个，咱们之前参加过那社团，就那个阳光青年社团，2011年的人员名单，你给我找着了吗？2011年啊，我们都还没入学呢。不过我还是帮你找到了。那，那你怎么不先发给我啊？早发给你，我还怎么请你吃饭？你要这个名单是干什么用？你这个人还真是一点都没变，没劲。给你了。哦，谢谢啊。稍等一下。我想跟你在一块儿吗？啊，没呢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怎么了？他电话打不通，我怕他出事儿。不会吧？他就在餐厅待着，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可能是太忙了，没听见呢。不好意思。你在怡华吗？无恙联系不上了。我本来也觉得没什么，可刚听陆初那么紧张，我也有点担心。本来想着你要是再能去找找看。我现在回去。好。
成陌生的像路人，不动声色穿行而过，侵蚀了竹马，都以为能够潇洒放下挣脱，我们都不敢放纵难过，我们懦弱对日后沉默，重播的记忆直到都爱着，宁可忘记拥抱，推开惩罚已经太多，感受同样痛苦，撕扯你曾多么难过，丝丝点点秘密层层重复循环的破，别再推开我，能放开吗，能忘了吗，别再听没有遗憾那种自欺欺人的话，命运设定所有的分岔都会因为爱在重逢抵达，哦，不要再挣扎，放任梦崩塌，想他。